好，谢谢。现在继续开会，请王委员玉敏发言，时间十分钟。谢谢院长哦，现场的委员、专家学者、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想今天有关于司法院院长、副院长人事权同意案的公听会哦，事实上一整天下来，包括专家学者、包括委员们，大家都有非常多的论述哦。在论述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特别是针对许宗力教授在任大法官的这样的一个涉及到宪法争议的事件哦。仍然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看法。那我想我也是要针对这一点哦，发表一下我的意见跟看法。首先呢，我觉得我们来讨论这个议题哦，我们并不是针对许宗力教授本人来讨论这件事情，我们完全是针对到底司法院这个院长的人选，他可不可以是一位在任的大法官？还有就是说，我们大法官可不可以再任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哦？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捍卫我们整个宪政体制，或者是未来整个在司法的处理上不要留下一些争议的话，那这样的讨论事实上是非常有意义，而且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呢，我想这并不是针对许教授个人的一个讨论哦。那首先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当我们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应该要回到1997年修宪当时的整个修宪的目的来看哦。从这边呢，其实我找到了这个第三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第26次大会的记录的内容哦。其中当时的国大代表杨敏华教授，他其实也有提案。那他在这边他的发言呢，我特别去看了他的发言。那发言里面其实讲到非常重要的精神哦，基本上我们的大法官他在宪法中的地位是宪法的守护神，所以呢，他觉得说大法官有没有扮演好宪法守护神的角色，在那一次他们的修宪当中是觉得非常关键的议题哦。那这当中呢，他们其实提到了，就是说过去的历史里面呢，有一些大法官，他一担任甚至长达27年，然后沦为是一个所谓的御用大法官。那个其实是在当时的社会非常的诟病，所以他们才启动了这样子的一个修宪哦。那所以呢，当时在修宪有关于大法官的任期呢，当时的发言，这位杨教授的发言，他都有说，希望大法官能本着良知良能来解释宪法，还有统一解释法令哦。所以以下他的发言我觉得很重要，他说，因此我们明文规定，不管任期为九年或十二年，都不能让大法官有连任的机会，不给予他们有享受一辈子荣华富贵的希望。如此一来，他们就会因为自己再没有机会担任大法官，而战战兢兢的本着良知良能来解释宪法。我想当时杨教授他也是提案人之一，他提到的这样的观点，再没有机会担任大法官，因此他可以战战兢兢的本着良知良能来解释宪法。这一段的谈话，我个人觉得非常的重要，也是在今天公听会里面，我希望大家可以重新看到当时在修宪的时候，这位国大代表杨教授他的主张，他是希望让大法官再没有机会再一次去担任大法官，而可以战战兢兢本着良知良能来解释宪法。那基于这样的一个立法的旨意，今天我们来讲，就是说大法官不能连任，可不可以再任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发言是非常的清晰的。那另外一个我请大家要去看的就是过去的历史，从这个1997年修宪到现在，有没有任何一位大法官再任过？我觉得这个问题也蛮严肃的，大家可以去思考。如果说现在有一派的人主张说，当时这个从文字的解释呢，他是可以再任的，那我只想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大法官是可以再任的，
为什么在中华民国过去从1997年修宪以来30年来没有发生过，没有发生过的理由跟原因又何在？那是不是当时修宪，当时的国大代表修宪完之后，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当时的一个修宪就是让大法官再没有机会再一次担任大法官，所以再任根本不是一个议题，而且是不需要讨论的议题。而事实上过去这30年来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一直从字面上想要去诠释成说，因为他没有说不能再任，所以再任有他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还原到当时整个国大代表他们在修宪时候的精神，还有实务上面有没有出现过，我觉得这样的答案好像也可以提供大家非常清晰的一个参考。这是我首先想要表达。那另外一个部分我想要表达的就是说，目前的被提名人许宗力教授，大家都尊重他在这个学术上的声望，还有他的专业。但是呢，许宗力教授自己来解释说，他觉得间隔四年之后可以再任，这样到底是恰当或不恰当？而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解释，是不是代表了社会统一的见解跟看法？我在这边呢，同时也看到有另外一位当时的国大代表，这个庄胜荣律师哦，他也投稿。那他当时也是修宪的成员之一哦。那他的发言其实非常的犀利哦。然后呢，他提到的就是说，现在大法官的任期是八年，需要隔八年才可以再任大法官，才能担任院长。他说有人在这当中呢，他指的当然是这个许宗力教授哦，就是说他有五年不当大法官了，所以呢他已经跳开不得连任的规定。那他的发言是说他觉得这是不对的，他说基于对宪法的忠诚及政治敏感度，并预防政治风暴及国家动荡，避免造成违宪总统院长违宪，必须诚实以告，跳八年才能再当，此乃通说。如果基于个人私情故意曲解或故设陷阱之解释，恐系胡说。他这一番的言论是还蛮强悍的，但是我也请大家去思考的就是说，到底如果有人主张还可再任的话，那再任是两年，是四年，还是八年，还是甚至有人主张的16年？那今天我们都知道说，台湾这个司法改革，大家是有社会共识的，也认为应该要启动。未来我们司法院的院长正是要担任司法改革这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如果院长的提名人他已经涉及到这种违宪的争议，那这样子的一个涉及争议的司法院院长的提名人，如果通过同意权之后，将来他要怎么样带领司法改革？可能质疑他的人就是不信任他，然后这样的一个问题也会一直困扰他，恐怕他会一直被扣上一个违宪院长的帽子，在执行他的司法院院长的职务。那我只请教各位，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台湾社会我们要的吗？那司法界里面，如果摒除掉这一种在任的大法官，难道没有其他更适任的人选可以被提名，可以成为大法官吗？我想今天，立法院要今天公听会开的时间也已经时间很长哦，现场还有多位学者在，其实是很谢谢大家，就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关心这整个司法院院长、副院长提名的问题。那今天只是要跟各位报告说，如果我们社会现在对于大法官可不可以再任的问题，的确是存在争议的，不是说没有争议的。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的选择会是什么？第一个，我们可以选择透过释宪。如果过去三十年没有任何一位大法官在任，有人主张不可以再任，那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借由释宪，让台湾社会可以得到一个清楚
而明确的答案，这是我们可以选择的路线。第二个路线是蔡英文总统，既然他在第一次的提名里面，他把谢文定原来这样的一个司法院院长候选人，他这样的一个资文，他可以撤销。那面对这样的一个争议，事实上蔡总统他也有可以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可以再提名一位不是在任的大法官，而且一样可能就是有社会的公信力、有声望、没有争议的。那会不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会让整个司法改革的启动是更顺畅的，而不会因为这一次的提名，反而为未来的司法改革埋下了更多的争议，而让司法改革的目的没有办法顺利的去启动、去实现？这是以上个人的浅见，请就教各位，请各位参考，谢谢。好，谢谢王委员。那么我们审查小组所有的委员的询问均已发言完毕，现在进行最后一个程序我们请学者专家针对本日审查小组委员的询问提出综合答复。那每一位我们有八分钟但可以延到十分钟因为剩下三个时间都是你们的那早上是从前面开始发言嘛我们是不是下午就从后面开始发言，可以吧好，我们现在就请林教授来发言。谢谢主席给我这一个优先的机会，因为那我看到院里面这像钟嘉宾立委非常用心，王义敏这个立委也非常用心，在对这样的一个议题针对到底连任或是在任这样的问题做这么样一个深入 的探讨，这是非常让我钦佩的地方。那我这边要表达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对人事同意权的一个行使，人事同意权的行使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希望对于总统提名的人选我们提出这个质疑。我想质疑并不是一种否定而是针对这个部分，我们认为 有这个疑虑的，我们来提出这个希望这个候选人这些同意这个被提名人能够来针对这个方面 来这个做处理。那首先我想从整个价值意义来讲，第一个，这一次 的这个许宗立教授来讲的话备受关注，当然也是给他一种压力。那我们也希望在整个审查的过程当中里面能够取得的一些承诺，那这些承诺来讲的话也是赋予他一种责任，同时的我们希望是留下了一个历史的一个证言。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争议情况之下，他总是要为自己做一个历史的定位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严格把关的角色来讲是好的。那严格来讲的话，我们是在强调一种同意权的同意通过以后，而不是说他当选以后。我想这个概念做个理清。另外来讲的话，这个针对刚刚王义敏这个委员特别提到的国大代表到底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因为我们来做这个宪法的解释的时候、解读的时候，你总是要从当时候的一个修宪者的一个想法来看。好，那张嘉宾也表示了基本上的设计就是希望任期交错，不是一个总统可以全部提名所有 的大法官。他的精神在哪里？他的精神来讲的话，就是不希望有政治力可以全盘来这个掌控这个大法官。同样的，在当时候来讲的话，我们在做这个修宪的时候，国大代表有很多的声音，但是呢，这个法规是四分之三通过的。那我们现在的国大代表来讲的话，应该多数都还在离开人事的并不多。那针对这个国大代表到底当时候的一个修宪的一个动机跟他们的意涵是什么，
是可以征询的。所以我想面对这一个，尤其是像钟嘉宾钟委员，他当过国大代表，他有一套解释。那刚刚王毅敏也提到了这一个杨敏华跟这个庄胜龙，那这两个都是不同党派的，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新党，一个是这一个民进党。那我个人来讲的话，也是参与者之一。那我们当时的一个价值概念就是，任期就是八年，从头到尾来讲的话，你不分届次，而且是个别计算，就是八年，没有任何可以投机的地方，不给任何的一个在任的一个机会。这样的话，让他不会去为权力服务，而能够为了整个宪法的真正的精神啊来做这个解释。所以既然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虑，甚至有不同的解释，难道不可以请针对这一部分呢来做比较充分的一个表达吗？同时的，我希望假设在这一块有意见，那你到底可不可以提出释宪？像黄国昌这个委员他就讲，他说这个怎么我们可以向这个司法院提出解释呢，申请解释呢？那我在这边跟大家报告，以前副总统到底可不可以兼行政院院长，那你我们就提出解释，没有不能提出解释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尤其是我们讲是现在大家在向立法院在适用宪法产生疑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司法院提出解释，要求解释。那你请问一下，现在的立法院有没有针对这个宪法的适用产生疑虑呢？那我想今天来讲，假设用人数的角度来看，一定可以做表决啊。那这个都是过了，没有疑虑，这是一种认知。也可以讲说真的有多数，相当多数的一个人数啊，在质疑。那里我们为了让一个宪法的守护者最高标准的一个检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衡量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那里不妨也提出释宪？今天我讲许宗力老师来讲的话，他也相当在这一次的审查当中里面，好像大家都针对他了，但是他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了。到现在没有人对他的学养，对他的这个，对他自己的人品这部分做过质疑。有的部分来讲是在一种在整个制度上设计上的一个概念。那所以这个他是这个非常值得的。但是假如能够在这个大家的质疑里面呢来做处理的话，会使得他在整个历史定位上会更好。好，另外来讲的话，我讲今天针对这个庄瑞雄庄立伟啊，特别提到说，我有提到邱泰山、许宗力跟黄瑞敏，他们是同一个寝室的人，那你可能他没有听懂我的弦外之音。我特别有提到省检分立的概念，今天邱泰山代表的是他现在掌握这个法务部，他是一个检察体系。好，那你这个许宗力来讲的话，他是一个审判系统。难道我们针对这样的他们非常友谊的这个深厚的友谊交情的这一个人，同时来掌控这两个一个系统，那难道我们的疑虑本身不存在吗？虽然你刚特别有提到说，哎，这个在同寝室总是会有不同声音，甚至有是不同党派，我接受你这个逻辑了，但是我必须讲，你可以去了解，因为是特定的人，交情好不好清楚的。那你这不是我们用说啊，你这个推理，因为那是一个事实。那我们来讲的话，见解来讲的话，今天我们也一直在质疑一件事情，会不会同质性太高？你有没有发现基本上都跟蔡总统的任他的在学校时间里面都非常的接近？今天我希望的司法的改革啊，真正的用心的去做。我并不是否定的这个许宗力不用心，还是所谓的，因为他们跟罗昌花啦，跟这个都同一届的，那因为我也是跟他们同一期的，我是读政治，他是读法律，我们基本上的话也是肯定，也是爱惜，所以我想今天不是为了来挑战他来做挑战。这个另外来讲的话，政治上是没有一个不可被期待的人，那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呢，会是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宪政惯例。甚至也是立法院做出了对这个条文啊做出一个解释。
那我们要不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宪政上的一个争议？那还是我们本身透过更多的管道来肯定我们的认知是对的，那或许在我们的宪政史上啊，会是一个好的一个结果。我想我就提到这边，谢谢大家。好，谢谢林教授。接着我们请张晋理事长来发言。好，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各位还关心我们这个大法官，包括正副院长提名的人，大家好。我早上并没有就徐中立教授的在任与否提出任何的说法，是因为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情。而这个在任的说法呢，其实大部分的，包括立法院的审查小组的委员以及我们学者专家，大致上都提到了。我个人看法是，虽然没有违宪的争议，但是确实有社会政治观感的问题，人民观感的问题。但是要怎么去解决啊？我反而要提出一个更根本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周委员、周春明委员所提到的，大法官到底要他的范畴，职权的范畴到底要多大？赖成委员提到的，这个有关到底可决人数的多少以及开会时间等等。那这一些问题包括人数要九个还是十五个，提出了把开会是每星期开三次还是要开几次，这些问题其实还原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我也希望这样的立法委员可以去问这个徐中立，就是我们要让大法官维持解释机关，还是要改为审判机关？这个是最大的差别。我们老是去跟美国最高法院做比较，美国最高法院是审判机关，他借着个案来解释宪法，他一个月、一年可以有八十个案件的量，是因为有这么多的案件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他们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基本上是一个审判机关。我们的最高法院是审判机关，可是我们的大法官会议是审判机关吗？1999年的司法改革会议曾经有过一个通过一个提案，就是要把最高法院跟司法院把它合并，然后把它审判化、审判机关化，最高法院让司法院消失，名称消失。由最高法院呢来做审判，它里面包含了四种人选，合成一体，就是把今天的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跟大法官这四个合并成一个最高法院审判机关。当时的人数好像我记得是15人，让他用审判机关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要思考的方向是，我们要让大法官维持在解释机关的立场，还是让他审判机关化？像德国来讲，德国有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他也有联邦的宪法法院，他的宪法法院是审判机关。采取解释机关的，像我们台目前的制度之下，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其实是可以考量。如果司法院大法官改为审判机关，跟最高法院合并的话，这些问题什么在任连任问题大概都解决了。以美国最高法院审判机关，所有的大法官都是终身职，根本就没有连任在任的这些争议上的问题，就通通解决了。什么每星期要开几次会，表决权要1/3还是1/2，就通通解决了。美国的大法官常常有5:4的比数，6:3的比数，到9:0的比数都有，但基本上就是以多数决为准，没有说1/3、2/3的这个问题。这是我对于整个大法官的整个架构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你到底要维持大法官是解释机关，还是要改为审判机关，让他审判机关化。
这是我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关我最关心的参审跟官审。人民参与审判制度之下，至少有三种制度，一个是过去司法院推动的官审，一个是德国的参审，包括日本的裁判员制度基本上是参审跟美国陪审制的一个混合种，那另外呢，一个就是陪审，所以我们讲人民参与审判跟参审，这是两个上下位不同的概念，不要混为一谈。参审不等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参与审判是更高的上位概念，下面可以分为参审，可以分为陪审，可以有官审。那现在官审大概大家已经不会认为未来的司法院会采取官审制。那么参审跟陪审之间怎么做取舍？我看小英蔡总统从他的就职报告到他当初的这个竞选时候的白皮书，基本上他对于参审跟陪审他没有定论。那这个没有定论呢，就可能要靠未来的司法改革会议来做进一步的讨论，来定调。所以呢，在还没有定调之前，我们的许宗力教授这么快就自己决定要采用他个人的看法要采用参审制，我觉得他操之过急。而且因为他的操之过急，以至于像10月3号、4号、5号在法官学院举办的一个司法院举办的研讨会上，邀请的都是主要说是德日的学者，一面倒的就是要主张就是 要以参审制 为本。你就会觉得说下面的人都在揣摩上意，他还没有当司法院院长，可是整个三天的国际研讨会一面倒向的是参审，这是一个很危险的讯号。这代表的是说似乎我很担心的就是，似乎现在看起来因为你许宗力的一句话，整个司法院目前也知道你将来会来当院长，所以整个的走向都往参审制的方向走。其实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一个问题德国是参审制的祖师爷，可是包括这三天的会议里面，德国的出席者都不认为德国参审制是一个好的制度，不认为。我记得在多年前曾经司法院邀请过一个德国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院长到过台湾，他也发表过类似的言论，说他不认为德国的参审制是实施的很成功。为什么一个法官加上两个这个参审员，其实法官就决定了一切。大家可以很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当两个不懂法律的人跟法官在一起讨论案情的时候，法官说就是这样了，那两个人还有什么好讲的？那两个人会不会马上倒向法官？一定会所以参审制就变成玩假的。你就会发现说，当法官的意志坚决的延伸，他的意志坚决的时候，所有人民参审就会变成跑龙套的角色、花瓶的角色，甚至为法官背书的角色。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你是法官你讲的就是对的。因为大家专业的法官很专业，我们同意那我们也很信任专业，也相信专业，所以当法官表示意见的时候，大概人民就很难去表示意见了。可是陪审完全不一样，陪审制在评议的时候，法官根本不可以介入参与，就怕他影响了案件的结果。这个时候人民才能够真正决定这个案件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所以官审制参审制其实是很有问题的全世界50几个国家采用陪审制。当然陪审制说是大家会觉得说会不会太花钱，其实只要是人民参与审判大概都会花钱，不会因为陪审制就花钱特别多，参审制就花钱特别少，没这回事，没这回事，花钱都是一样。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在思考，就是陪审制之下可能更省钱。为什么？因为陪审制之下判无罪，检察官是不可以上诉的，这案子就定案了。所以呢，很少有再有更审、更一、更二、更三，像现在流浪法庭30年这种情形，省掉二三审的时间跟花费，来弥补一审的支出，其实我认为这是可以打平的。甚至还有一个，陪审制之下，法官是不用写判决书的。我们今天地方法院的法官，绝大多数把时间都花在写判决书上，啊，穷尽心神在写判决书，结果写出来判决书老百姓看不懂。与其把时间花在判决书上，陪审制，美国陪审制根本法官不用写判决书，因为是人民判的，法官怎么知道你的新政是什么？根本不需要写判决书，省下的人力物力来弥补说去挑陪审员所花下去的时间跟财力跟财产，我认为这是可以抵消的。我们陪审团协会在2年前到美国，啊，有23个团员一起到美国去参访，包括蔡依林、蔡立伟，啊，我们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如果任何立法委员需要的话，我们会免费的提供给立法委员。像今天在座的立法委员，我们大概都送了一本，啊，看看美国的陪审制，啊，之下是怎么运作的，啊，那我觉得许宗力教授在完全他是留德的。他完全不懂，而且我平常讲，我真的没有看过他写过任何一篇有关刑事诉讼的文章，啊，他完全不懂美国的陪审制，就句下断语说参审制比较好，这是我们非常担忧的，啊，非常担忧的。至少他也应该去，可不可能到美国去看一下美国的陪审到底是怎么回事嘛？或者至少看看我们这本书怎么写的嘛？啊，所以啊，针对这个陪审跟参审呢，我们希望立法委员们能够支持陪审制。而且我最后啊，抱歉，我最后举一个例子，东海大学的教授叫做陈运才陈教授，他是专门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他是属于大陆法系的学者，他是留日的吧，好像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正式的演讲上，他说陪审制对他来讲是白雪公主白马王子，可是呢，他觉得在台湾好像很难做得到，所以呢，退而求其次，只好就选择参审。如果照许宗力的说法说，短时间没有办法采陪审，所以采参审，这里面显示一个什么意义？陪审比参审好，陪审比参审好，只不过短时间可能没办法达到陪审，所以我们现在先就参审，变成有阶段性。那但是我们认为说，既然知道陪审比参审好，为什么不一步就位？可以一步就位的，为什么不一步就位？啊，台湾的老百姓是可以有能力来做陪审团的陪审员，来做审判的。全台湾在这4年来举办了各地的法院，举办了大概有20-30次的模拟法庭，不管是官审模拟、陪审模拟，还是参审模拟。这些模拟的参审员、官审员、陪审员，你去问问各个法院，没有一个法院在模拟审判的时候质疑过台湾的人民是没有能力审判的。而且大家甚至我们学法律都很惊艳，说哇，我们的老百姓这么有水准，在评议的过程当中提出了很多问题的讨论，远超过我们这些所谓精英职业法官、职业律师的水准。他们提出了相当多不同的面向的问题，是我们学法律人可能想都没想到的问题。谢谢。好，谢谢张理事长。那接着我们请许慧峰教授来发言。谢谢主席，还有各位这个立委，还有专家学者。那早上我9点多第一个发言，现在又到最后，好像经过一天的洗礼，我自己也学习很多了。那早上我当然是针对许大法官，他在他的自传未来的未来题目，他自传里面提到一些司法改革问题，提到说所谓这个任期跟这个连任跟再任这个问题，那一整天下来这个提了很多。那刚很多立委他刚有些离开，他讲了也很多问题，包括大法官的行使职权的行使法，立法院职权行使要不要先修再来做审查，或大法官会议的审查的这个法令要不要修改，那个比例
percentage 这些问题哈，有非常多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个学历能力有限的哈。就是从我从先从程序上，如果说下次有像这样的这个专家层，如果有事先有像这样很具水准的问题哈，当然很多是先事先给这个我们来宾的学者专家能够先知道一下，我们最先 study 一下，因为提出来 的见解或建议会比较有根据啦。我想过去参与过其他公听会，前面都有稍微一些提纲哈的题目，我想这是个小小建议，就是说因为提到说我们在审查这个大官这个的能提供什么建议方面哈，就是说委员上做什么问题，我们先尽量的落体有事先我们就可以先做准备。我想那这是第一个啊，第二就是我想还是要针对今天我们在讲到底连任跟在任这个问题哦，我必须讲，我台湾的做个法律人，台湾的最大问题，我个人观感就是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政治化，这怎么去解释它？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把它不当一个政治问题来看的话，在任跟连任就文义上来，中文是毫无疑问的，连任跟在任语义是不一样的。连选得连任，这我们的解释是没有问题的。Plain language 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变成大法官的人选，甚至是因为现在是院长提名，那我们又经过一次院长提名，这个没有成功之后，质问社会，造成社会这么大的关注。当然，实证上我们有很多解释，说文理解释基本，再就是所谓论理或体系解释。那不然就过去的实际经验上，或者说过去的立法者有没有表达过意见？那当然，刚刚有委员提到说，有两位过去的国大有提出说是应该是指八年为准，但也有这个蔡锦鹏当时也是。这个国代也解说，事实上这个是只针对连任，所以当然个别的修宪委员他所提的意见，事实上还是不能成为立法理由里面真正留下来这个意见的哈。所以从立法解释上来，这个个别委员的意见，事实上我认为不应该是被看得太重的一个考量。那么从论理解释上来讲，似乎是说现在是为了维持的所谓的司法独立，但维持司法独立就在两个。面向我就必须思考问题。刚有人说什么会影响到人民对司法信赖？那我们一再讲，司法独立是指在审判上的独立。人民现在对司法不信赖，是因为判决品质的低落，或者有些涉及政治案件，认为怀疑所伸进去的。那过去有总统对个案提出意见的，都是个案呐、啊，都是个案哦、啊。但现在我们讨论是制度，陪审、参审，这个刚蔡委员讲到的，这个检察官起诉跟公检要不要同一个人？包括我们最高法院，我们民事诉讼法跟刑法规定不一样。我们的民诉这个474条，原则上最高法院要延迟辩论，但是我们事实上都没有，都例外才延迟辩论。但刑诉法规定是要延迟辩，不一定延迟辩，必要时才延迟辩论。为什么民诉跟刑诉在最高法院态度是不一样？都是法律审哦。我们现在很多法律制度是有规范没有落实啊。好，所以如果我们在平心而论，纯从一个制度的探讨上来讲，我从来不认为司法院长人选啊。会跟司法独立啊，我们讲独立照题讲是说预算上的独立嘛，司法权不要因为没有钱不能做事，所以过去行政权独大，所以司法预算被控制，所以司法人没有办法独立。审判上的独立，所以有80条这个法官任期保障。那刚刚也讨论到司法院就是个解释机关，它不是审判机关啊。现在讨论大法官本身是解释机关，它没有解释个案啊，所以我就无法理解说我们大法官的连任在任跟司法独立有什么关联性哦。我无法理解、啊。第二理解是司法院是合议制啊，我们都最少都要3/3同意嘛，这个大法官也是一票而已嘛，院长也是一票、啊、那如何跟司法独立，甚至连解释他都不一定能够影响得到、啊、所以对我来讲，说纯学术探讨根本是个假的议题、啊、甚至不值得讨论的议题，这到底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我们变成因为政治化了，就是我讲法律问题的政治化，法律问题。那什么是政治问题的法律化？但跟本今天的议题可能没什么关系。不当党产这个处理条例，过去的不公不义的这种威权体制下，那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当然我认为用政治问题解决，但是我们现在把政治问题要所谓转型正义，用法律的规范追诉请的期间，那事实上我看我们的条例上还有公听会啊，还有听证会，这要处分，还有后面行政诉讼嘛。但是有人就把它讲说这个是违反法律的基本原则，违宪啊。哦，这个追诉权时间太长啊，是不是？我们常把一个问题的本质用，可能因为政治的运作结果，它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政治化，我个人是觉得非常非常可惜的。那所以我觉得对许大宝、许未来这个候选人，我们完全不认识他哈。
虽然从在法界完全不认识，我只看他的这个自传，那我比较在意的是立法将来这司法的革新方面，确实我认同，像我们部分委员说，像或者像那个苏乔文刚他不是他提到说，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候选人他过去如果有公开言行，他对特定问题表达态度嘛。在美国最高法法官也是，你是保守派、自由派，你对人权捍卫的角度，这个都是检视。其实大法官不只是检视他的学识多好啊，学识只是一个法律知识的来源，重点是他对一个核心价值，他是人权捍卫者，他在选择面对强权跟弱势的时候，他选择是保护弱势还是向强权低头，这才是大法官的本质问题。当然，我们现在司法院的法院改革也是一样的问题啊。法官，我们提到说司法改革，我想多数的司法官都是我们法学教授教出来的，甚至也都是我们现在很多我们早晚提到大法官很多都是台大的教授，我想多数法官都是他教出来的。那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这问题有很多方面，我们的法学教育，那我们人民对法律的知识的有些是误解的不够，然后法官本身内部的智力问题，我早上提到法官助理能不能帮忙写判决书，检察事务官现在帮忙处理案件，有些案件检察官从头到尾没有出现，检察事务官开完庭之后，最后检察官就做决定了，这个本身都是在违法违宪的问题啊。民事说法或刑事都直接审理主义啊，那法官助理没有来开庭，有办法写判决书吗？所以法律也要自我检讨，所以我蛮希望的是说，这个司法院未来的大法官、大院长他负责推动，他去真正检视我们现在现行的制度，可能内部人才知道问题，这个可能要提出啊。甚至为了这个，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当然，这提完，因为参审陪审这个更大一题。我看到我们司法院的这个数字，统计数字哈，我们现在法官有多少？我们在讲效率。我们从我们念书的时候就说法官工作案件量很大哈，到现在还在讲工作案件量很大。那我就好奇说，到底我们增加多少案件量？我们的法官人数在2006年，这司法院统计数字，总人数有1668人，到2015年有2098人，增加了430位。那换如果以当年2660人的比例来计算，增加了1/4的法官人数。但我要去查我们案件人数有没有增加，有没有在相对增加2%，没有从2006年来资料说无法做判断哦。那最高法院法官其实就从68人增加到71人，这是不分男女的，所以它增加量不多。但是案件数，我看到的案件数可能大家会吓一跳，2012年民商就225万件。220万件，到2015年，民事案件233万件哦，因为数据没有2006年数据，这个司法院统计资料。刑事案件有44万件，那到2015年是46万件，那光最高法院的民事案件一年有5753件，5000多件，哦，那刑事案件有6260件，那当然可能对面很多委员都律师出身哦，他很了解说，其实这个数字当然不是只有我们一般认为的那个判决。我们评论说，谁有罪无罪，谁胜诉？那我经过诉讼一审、二审、三审这样判决，很多是大量的这种职务命令简易案件哦，所以案件量看起来很多。那你更令人惊讶是说，我们的民事案的结案平均结案日数，以司法院的统计，2015年民事案件一审竟然是32天，有做过律师的人都不敢信32天的，二审186天。问题是他把一审把它简易案件职务命令都把它灌进去了，我们叫非讼案件。我们司法院统计资料根本不具任何研究价值啊！为什么用这样统计数？你相信一个案件地院平均32天吗？刑事案件66天，地方法院、高院30天，最高法院45天，民事案件那刑事案件，这个天数超过我们一般的想象。这个数字怎么来的？是把一般很简单就灌进去？那司法院在做司法改革，还是要面对这些现实问题，要做更精准的计算，维持率更好玩。民事地方法院的判决维持率上段高段维持率86%，表示就14%被改判，高院到最高法院维持率87%，就13被改判，刑事案件几乎也是一样，77%到91%。所以我们设计这审级制度，如果照这样说法，其实维持率是很正确的、啊。那我们在讲恐龙法官、地方法院、南水法官，问题出在哪里？高院没有改判啊，改判几率很少啊，所以这个数字有没有问题？所以我要说的是，我们司法改革。真的要去看到制度研究，那这次当然有提到说希望非法律以外专家在科学上的东西。我发现我们司法院设计到有些制度是不合科学、没有效率的。案件分审查案件跟法官，一个案件进来，审查法官是一位审理真理，后来就换另一个法官审理，
这个民事诉讼法也没有规定啊，刑事诉讼法也没有，但我们因为司法行政就把它变成运作，但是是更没有效率的制度。那最近说有这个可以律师直接上网起诉送诉状，我接到工会文来说有，我请我助理去试，他们说现在还没弄好，但是工会说已经有了，可以直接递网络上递起诉状就可以递送，他不能完成，所以有很多问题要改革啊。那我觉得只说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当然希望这院长、副院长他们对帅哥有一些更多听外面意见，然后更深入的想法，那不是泛泛的这样来谈，可能对制度改进会更有帮助。谢谢。好，谢谢我们许教授。那么谢谢各位学者专家，那么在场还有张理事长，还有许教授。谢谢各位委员坚持到最后，尤其是陈曼丽委员啊。虽然不是审查委员，从早上一直做到现在啊，要给大家掌声啊！谢谢。那么我们赖委员瑞龙所提书面的意见，我们列入记录。那么今天的公听会我们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学者专家以及审查小组委员发表高见。各位在本次公听会针对司法院院长及副院长被提名人的资格审查所发表的精辟见解，对于本院所有委员事后进行审查及行使同意权投票将有很大的注意。本次公听会的发言记录我们会依相关规定分送给全体委员来做参考，并列入本院公报记录作为重要的历史见证。一，本院第二会期第四次会议决定，定于10月12日星期三上午9时举行其他五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同意权之公听会。那么再次谢谢大家出席今天的公听会以及发言，我们现在散会。